皮卡锤。地图太明显了。完了，凉凉，差一点点费用。说没事啊。我还不如让龙宝帮人解他呢。不得。他不知道我闪空了，没事。变成那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非常的慌。皮卡没憋出来，哎哎哎，反正这就行了啊，别弹我们啊。我居然快吃完了，还剩三分之一，好，等一下再吃。Yeah.
是公的呀。小骷髅还用掉了，你牛逼啊！不是有大皮卡吗？哎哎，太牛逼，太牛逼！这怎么往后冲了呢？往前面冲不好吗？哼，这牛肉吃的太容易饱了。可能这分量确实有点多啊。太沉了。汉堡可以加的呀，里面的加几块牛肉。你也有吃过那种七八成的牛肉汉堡？对，可以加分量，没错啊。我想猜对面是什么卡，没猜出来，他应该是个墓园。这个肯定能跳过去啊，肯定能跳过去。保皮卡一命。哎，就砍了两刀呀。花了九费进攻了，花了十费七十一费进攻，我的个乖乖！哎，骗你！他没有击退了，这波羊他守不了。羊来，羊来！哦，这下龙宝宝，我们有龙宝宝吗？刚刚，因为刺客下出来，一会就死掉了。下龙宝宝的话，一会还能接着防。这龙宝宝怎么会听到是龙宝宝？稍微近一些。帅不帅？这个雪球，收到钞票枪了，谢谢 DCW 的钞票枪，谢谢。就一下而已啊，没事。谢谢老板的钞票枪。这刺客现在抽不到这火豆子啊，真的是恶心火豆子。
老板大气。哎呀，还被跳，只能卖了，这没办法。他肯定没废啊，莽一波，这一波就直接把雪莲给打回来了。他现在一会应该能下出锅炉，但是我想把他这给解掉，反正他都会被他锅炉守啊，就干脆就让他转两下，多守他一会。而且他锅炉稍微掉了点血，我一个大闪。哎呀，我的个擦呀，还好不是我的场，还好不是跟他打的激烈的时候，不然这大神又没丢出去啊，又要被气死。这吃不完了，这汉堡剩一点点了。哎呀，抓死了，能砍一刀的，这个肯定能砍一刀，不然不用砸了。嗯，前面去啊，没有个听话的，不会吧。哎呦，我还被扣了两下，我的个天哪，我这波就打这么点血，我刚刚预计是推对面三星的，这一波还打。回头过去砍两刀。这皮卡加羊，他又得防又得进攻。啊，把他的所有人给挡在桥头，因为他现在没有桥破，压力是非常小的。下个羊，然后下个龙宝宝到侧边喷就行了。因为他所有人定住了 AOE 就能建设到。哎，但是对面是不听劝呀，还是劈了个大闪。哎，我有大闪，我也有肉梨子扁，很可惜。他应该下兵来防他，因为大闪的劲，他大闪用完之后，我电法可以下家里慢慢电他。
他往他卡前面来了，因为他这个石头人没有击退啊，所以守羊是非常难守。大鸟有点杀，账号涉及共享被封了，应该怎么申诉？不知道啊，问一下客服。你肯定是打了传球锦标赛跟天梯的前一千名啊，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。哦，你可能是买卖账号，买卖账号是特别容易出现封号的。这边的游戏怎么联系？换个号，小号联系他。他肯定是小骷髅下这了，但是我不想预判他这波。哦，他下了一个比较远的位置，他这个位置不太好其实，因为我补个小剑的话还能冲他。你垫一下。还不是得补牌，哇，居然没打过他，我这个乖乖。不然我血量优势很大了已经。这么贪，就不怕我电他呀？
能打，就斩杀他了。他打不到我太多的血弥补。因为有两个法术，守他没有那么难守。另一个发型好帅，还是你有眼光啊，他们都说我炸毛了。掉这么多血。大定预判骷髅算了啊，杨过一张，两个没什么用对吧，这塔主解不了弓箭手，漂亮，看看是假动作，成功的骗过了对面的后卫。原来是假动作，成功骗过了北方门将，我操，气死了啊！守住就行了。哦，周阳跳得好远。下了，
为什么大飞侠不在前面，而是在大飞侠下这前面的话容易被打死，下后面的话先扛一段伤害，等我的费用涨上来，我就能下龙宝宝加滚筒加雪球了。不过下乔治的话，我电法也下不出来，就只能大皮卡加滚筒，他弓箭手加就把我给守住了。等下后面是为了扛伤害，扛伤害等我的费用涨上来我再捡，就跟胖子一样，你胖子下桥头只是能把他给拆掉吧，你后面的跟着兵都会被他给解掉，因为你费用很紧张，你只能跟一张，你不能跟两张，对吧？你跟了刺客之后，对面下弓箭手来解你，你就下不出龙宝宝了。对面弓箭手骑士小骷髅解你，你拿他怎样呢？你也拿他没办法。哎，劈他吧！女巫加地狱龙的卡，是个那个卡组，我是个天狗。先下个刺客，要电法解他。他这个地面有点多呀。带了个大电。他这波过不出地面来守我的刺客，哦，他有这个地面啊，他只有一张地狱龙，你牛啊你！这个龙宝宝还是 AOE 还是没有打到卡，雪球白丢了。打到了吗？没有打到，我看他没掉血，都是羊打的。开局清理所有人，那不得死？掉了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没有空追的这波，没有炸弹兵，没有远程，所以这皮卡直接顶上。虚打，但没有骷髅海，顶多一个龙宝宝。
不是没事，守不住就打下一个。他解不了龙宝宝，他只有机甲能解龙宝宝。留一阵地面，像龙宝宝好一点。他右边如果下女武神的话，准备就下刺客。只能这么下，哎哈哈，不这么下都无了。他如果被他小电电到刺客的话，刺客直接死掉的，就等于是被秒了刺客。所以我只能下很远，我每次这把能翻盘啊！哎，哎呀，完了，大皮卡被吃了，非常难受。我开始以为他是个飞桶，但不是。299还是有机会的。他送了，但是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险些早了一点，晚点把他的团伙给预判掉就行了，居然被他给蹭死了。一人出连弩，一人出的话还好，一人出没那么难打。啊，这就敢震我，直接成你皮卡了呀。这准备砸头把手，哦，还要来送，
可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赚了很多费？右边还要挖个矿工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赚了很多费？雪球白送了啊！我觉得他要过个小骷髅把我往国王塔那边拉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他现在有电塔吗？应该能过出来的，他下小骷髅肯定能过出来，不然成级吧，成级好。他下矿工直接电法 100% 抓，这矿工电法是可以做到 100% 抓到矿工的。哎，守不守？不守的话我哎呀被电掉了。还有电豆子，看他换不换，守不守我，应该会守我。准备成体刺客，等我挖成体。哎，这波血亏啊，他的烟花确实让我挺难受。血赚，这波血赚，不是龙我包让他很难受。我都进入国王塔了，你挖这，跟烟花就不如挖前面。放过，这样就限制他。这里下个滚筒，再不过龙宝宝，他下桥头的话，直接垫这个，不用垫电塔。把他的后排给垫掉就行，你要电脑是不能反打，100%抓矿工，这个反应慢了啊，哎，可以电着他。这个时候不要让他进来，他扛着伤害矿工就能打满输出啊，把他给挡住那边。这样的话他矿工再怎么敲也敲不到我的塔。啊，他只能下烟花，那烟花被我挡住，我顺便过一手牌。大电够不够斩杀？不够，雪球加大电就肯定够。啊，大电是够的，大电420多。480多，还是420多。应该下羊啊，那这么快满费了吗？他下了个5费的气球，比我还快满费。请你避开，完了，他是个天狗，他没有气球，这不他有地狱龙啊，这个咋整啊？不用顶皮卡，他没东西可以守我。啊，下两张牌守我。有火。不要补血球，留点费用，免得他
躲个气球过来，我守不住他。他放过预判我电吧。他现在没有地狱龙，比如我可以早点喷他，他不敢喷气球。他这边有骷髅海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丢。这骷髅海准备就没有地面了，把那矿工给逼出来。切个大电线。准备可以卖了，因为他右边左边要被我斩杀了。好，他开始预判我。他没有打断的，所以说滚筒雪球。没时间了他。哎，上个厕所。这套能玩吗？这套卡组很垃圾。当然这个版本还行。哎呦，比之前强一点。皮卡羊打天狗，对没有野蛮人的话，没那么难打。遇到了 AU。这怎么办？漂亮，你的滚筒啊，一样的。哎，没把我解掉。不带滚筒的话，说明他跟我是一样的，好吧？啊，下皮卡。我这个皮卡没效，我还是没有滚筒来挡他，怎么办呀？给他减速一下。哎，这行还行。我有羊呀，我。他没有皮卡。它是一个加农炮战车的钻头，应该是黑王子刺客，也有可能有皮卡。哦，这个大电其实没什么用，可以过掉它。我为什么不早点劈呢？就别劈了啊，不然显得我这个大电很亏。肯定是电法，火球加电法。还好没有被他多打一下。哎呀，后了一格，后了一格，我想少掉点血，因为他这波没有东西解我。还要伤心我呀，这是个有梦想的人。
这边被我参现。但对面就打算跟我换了。教练，哇，这么解不了他呀，没有雪球，属实没办法，还没赚费。这把可能要输了，剩1900，掉了1600的血。这都能守住，还没掉血，关键是啊，我应该预判雪球的。我想等我这个冲过去，我再丢雪球，因为我觉得他没废了。他现在只有一个钻头进攻，没事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咱们。从对面刚刚那波防守来看的话，对面是略菜、他这波又把建国核心全部用掉了，他只剩一个活斗者，甚至一个皮卡，四个建活斗者，他也不下，关键是说明他没什么费。可以，他这波又没了这个的球，成立一个龙王吗？这一波就打算用两个龙王下这边吗？还是这边安全一点？哇，不要守了，肯定守不住了，他钻头加火就斩杀了。主要他的钻头没捅到，他钻头如果捅到的话我就凉了。这个打手挺怪，这不地面有吗？敲头了，这不把剑兵对空我，哪里喊我破出来了。
他以为我没费了，可惜啊，我费用还挺充足。但是我龙宝宝刚才没死掉，这他顶不了吧，我还是得解他。哎，把他的狗给绑在外边，他过不来。多久了？哎，这多少时了？换号。